小七，我就出门这么半天，你跟我说说咋回事？你哪弄的零食？最可气的是，你还偷偷吃，一点都不给我留。一共就三个，寻思给你留来的，但怪好吃的，我一下子就没忍住，我闺女我都没给她。天天就造吧你，家里就算有金山银山，早晚也得让你给整没了。妈妈，你这么抠搜的就不对了啊！我花你钱了吗？我就买了，能咋的？你就犟嘴吧，家里肯定还有。嘿，你还别说，你买的这小豆干啊，还挺好吃，鲜香过瘾，一个一包还挺方便，饿了的时候正好当小零食吃。有话好好说，你吃我的干啥？想吃你自己买去呗。这个不便宜吧？我看超市里一包都20好几呢。不贵呀，在省钱快报领完优惠券，只要12.8就能买15个，足足有350克呢，还包邮。就是这个省钱快报，打开之后点击搜索框，输入7788的密令，这个就是乖媳妇儿鲜香豆干啦。在省钱快报里领完我的专属优惠券福利，立减20，只要12.8就包邮到家啦。而且现在新用户首次下单还有超多零元好物，下单全额返现。还在等什么？快去下载省钱快报，和我一起花得更少，买得更好吧！苹果和安卓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省钱快报都可以免费下载哟。省钱快报，购物前来省钱。